疾控疾数南投灯会内容相当丰富精彩，在一口修行迎宾的宗教区，有14个宗教团体参加，原来高金宫庙这座大型电视灯具，阁邀请学生创作歌灯，组成美丽的装置，吸引袂少民众停留翕相。南投灯会除了有精彩的舞金鸡、水舞以及烟花秀以外，各地区拢展现无同款的特色。今日迎宾入口，马上会当看到用瓜灯搭建起来的天棚以及墙面，吸引袂少游客停留翕相。哦，对啊，这里很漂亮哎。刚刚经过，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女儿说这个是小朋友画的，所以她对小朋友画的特别有兴趣。她来看看大家的文采如何。比较印象深刻的灯哦，就是那一尊那个观世音菩萨，对，因为去年记得没有，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来啊。因为今年有那个妈祖，所以 Q 版的，我觉得蛮可爱的，电会总教区是由管内胡公山清德师已经大学南投那电视院玻璃形结宫第三启明宫西地金天宫龙凤宫中寮南天宫六个大华严寺总共高金宫庙建出九座大型灯组，并优秀天宫东方景苑雷总师南投市南天宫兴吉宫启明宫赞助纪念品，展现宗教团结的精神。这次我们南投灯会哦，特别有非常多的宗教团体来响应哦。那在宗教灯区哦，在佛光山的大力支持底下哦，那总共有九个寺庙来这边设灯，尤其以佛光山的宗教灯区哦，是集合了1400盏的国小国中的孩子彩绘的灯笼所铺成的一个灯海。那另外呢，在宗教灯区里面也有供灯，还有扣钟，希望啊，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所有的乡亲来这边为自己祈福，除了来赏灯、那看美景以外呢，也在新的一年给自己新的希望。星云大师嘛，他常说啊，过年嘛，就是给大家欢喜啦。那我们今天呢，来参加这个南投灯会啊，我们接受我们县长西苏瓦的很热诚的邀请哦，大家充满着这个过年的欢喜。尤其大师常讲说三好啦、四给啦、五和嘛，所以你看看今天游客来、每个人来啊、乡市民来啊，大家都带着非常的欢喜、兴高采烈，就是说表示他的心呐、他的心跟佛的心都已经相应了。佛陀就带给人家欢喜，市民欢喜，佛也欢喜。大家都欢喜。在灯会展出期间，佛光山清德寺灯区也开放给民众点灯以及共建祈福。民政处长林吉如邀请大家踊跃来为家己求平安。灯会期间也将邀请馆长柯淑华发放纪念品，欢迎民众来摄灯会。记者廖威玲长报道。